Hello， 大家好，我是 Isaac。大家在学习就是英文这个动词的时候呢，应该常常会被哪一些动词呢？我们后面应该加上不定词 to， 加上原形动词。哪一些动词呢？后面则应该加上动名词 ving。甚至呢，有时候有一些动词后面可以加上不定词或者是动名词都是可以的哦。那大家应该常常都会被这些动词搞得就是团团转吧？那我们前几天呢介绍了给大家就是 keep 的这个不同字义的意思。那今天呢就要来教教大家这个动词 keep 后面所搭配的一些不同词类变化的一些用法咯。那先简单的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动词的词类变化。那 keep 这个字呢的三态呢则是 keep、kept、kept。那这个字呢基本上我们在使用上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呢会加上一个动名词 ving。那 keep加上一个 ving 呢就是可以表示持续某个动作的意思。比方说我们来造个例句哦。If you keep studying hard, I'm sure you will get good grades. 假如呢你继续就是努力用功念书的话呢我保证呢你一定会得到好成绩的。那这边的这个 keep studying hard 指的就是持续努力念书这个动作，所以呢记得这边是 keep studying 而不是 keep to study 哦。那我其实我们也蛮常看到这个片语 keep going， 那这个意思呢指的其实就是指坚持下去或是继续做某件事情的意思。比方说呢 although we felt really tired and sleepy we still push ourselves to keep going。虽然说呢我们已经就是觉得非常的累，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想要睡觉，但是呢我们还是迫使自己呢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那可能你也会看到别有一个片语就是 keep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那这个片语呢指的是就是某人继续什么样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来造一个例句。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here for 2 hours. 很抱歉呢就是让你在这边呢就是等了2小时。那如果今天呢你看到了这个片语呢 keep somebody or something from， 那我们后面加上一个名词或者是一个 ving， 那它这个片语呢表示的意思呢就是使某人或者是某物免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比方说呢 we should keep children from eating too much candy is unhealthy， 我们应该呢就是要让小孩不要吃太多的糖果，因为它非常的不健康。好啦，那今天教了 keep 的一些不同的用法，以及一些介绍给大家一些不同的片语，那希望大家都有学起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